陆淼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哥最近不是很想当你哥呀？这事儿又不能由我们俩决定，从他出现在我们家第一天起，我就多了一个哥哥了。不过江皓月最近好像确实挺排斥我叫他哥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最近月考成绩下降了几名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我成绩太差，他嫌丢人啊？肯定是这样，不行，我得好好学习了。你这个脑回路也是绝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江皓月不想当你哥，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喜欢你。喜欢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们俩都签了不早恋协议了。你这种单细胞生物是理解不了江皓月的良苦用心了。你怎么了？我晕过严重，我嘴唇。别急别急，你别转，你这么转嘴唇会破的。那我怎么办？哎，你别动。你在干嘛呀？身体呼出的热气可以加速冰棍融化的速度。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？想亲他。你怎么了？别动。你怎么了？这天气太热了。